各位弟兄姐妹，很高兴又能够一同与大家敬拜赞美我们的主。是的，我们的主是对我们有美好的应许。我们人生当中虽然有高山有低谷，无论有多少有晴朗有阴雨，但是我们的主是在创世以前就已经拣选我们在他对我们有美好不变的应许。耶稣恳求你以大能伏庇我，你的话语再一次坚固我，绝望和孤单不断地追赶着我，你却是风雨中的避难所。耶稣，唯有你了解我忧伤难过，你定很熟安慰我拥抱我，擦干我眼泪医治了我的伤痛，用信心重新开启我的眼光，原来苦有时欢笑有时，过去所经历的困难更让我看到你的心事，学会保留有时放手有时，我选择相信你美好不变的应许。无论哪里去，你必保守我，领我归回。哈利路亚。耶稣，感谢你一路上牵引着我，十架的路你与我一起走过，你走在我前头鼓励我不要退缩，因你在创世以前拣选了我，原来苦有时欢笑有时，过去所经历的困难更让我看到你的心事，学会保留有时放手有时，我选择相信你美好不变的应许，你的旨意超乎我所想所求，在这时候总是我看不透，你必引领我走进风险宽阔之地，相信你美好不变的应许，我生命所有都交托在你的手里。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是将来的，高处的是低处，还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够叫你神的爱，赞美主。
哦，各位弟兄姐妹们，主的应许是如此真实，他的应许永不改变。现在我们就将我们的赞美与祷告来献上给我们的主，我们来赞美他。哦，各位弟兄姐妹们，是的，我们相信主那美好的应许。那我们现在就将我们的眼目单单定睛在我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哈利路亚，我们来赞美他，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烦恼苦重担，当亲近耶稣，一生安息，一个满足，安息可慕义。求耶稣，一生甘甜，你的宝座。主不看耶稣，定睛看耶稣，圣洁公义主，十字架上耶稣。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这是我们要定睛来看我们的主，赞美他，我们的主，赞美他。烦恼苦重担，当亲近耶稣，一生安息，必得满足，凡事可慕义。寻求耶稣，必享甘泉，必得宝座。主不看耶稣，定睛看耶稣，圣洁公义主，十字架上耶稣。看耶稣，定睛看耶稣，谦卑亲近主，跟着他同步，注目看耶稣，定睛看耶稣，圣洁公义主。十字架上耶稣，主目看耶稣，来定睛看耶稣，谦卑亲近主，跟着他同步，跟着他同步。圣洁公义主，十字架上耶稣。
他的手要做的事情，我们都要欢喜快乐。我们要跟随海路亚，无论有什么困难，无论有什么问题，我们交托仰望在主的手中。我们只要将我们的眼目在你的身上定睛，让我们来祝福。哈利路亚，赞美我们的主。各位弟兄姐妹，现在就将我们的祷告来献上给我们的主，我们来赞美他。哦，各位弟兄姐妹们，是的，我们不但要注目看耶稣，我们不但要看，而且我们还要看见，因为主的荣耀是如此的美好。真的，弟兄姐妹们，只要我们坚持下去奔跑那天路，我们必能看见神的荣耀。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他。主，你降下同在，在你子民的祭拜中，求你显出荣耀，在你子民的赞美中。我要看见，我要看见，如同摩西看见你的荣耀。我要看见，我要看见，这时代要看见你荣耀。我要看见你的荣耀，主啊，我必定终身追随，我不放弃。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的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处，我渴想你，我的心切慕你，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我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求你降下同在，在你子民荣耀。
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性的必同看见，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是的，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若是坚持到底，我们就必能看见。现在就在这敬拜赞美的最后，将我们的祷告再次献上给我们主，我们赞美他。